我更优秀。全是装饰性。看看这啥海螺的卵，这全是海螺卵，咱把它扔到河里面。哎，这么小的迷你小八爪，哈哈，你们喜欢体验渔民生活的老铁，喜欢的话给老弟来双击加关注吧，我都噎死了，给双击吧。每天小锅，铜梁子下锅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做的蟹二斤一个，大海螺，大爆头，少不了的是大爆头啊。迷你必须带大米的那种啊，不带大米的我不吃。今天整俩硬货，叫海茄子、海菠萝、海菠萝。哎呦，不硬这玩意儿不知道叫啥。来，料酒，老抽，凉拌酱油，加点醋啊，扒了两下，跳好，最后加点水，炖上个五分钟，咱下视频开录啊。大家有没有学会？学会给我个双击，加关注，谢谢，双击。熟了，咱先来点个蟹娃棒啊。哎，解剖一下，看看它里面的内脏，有没有看清楚？来，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得罪女人，得罪女人的下场就是这样，干杯。咱不吃这个，咱留给媳妇吃啊！咱整个小迷你，一口沫的那种。三号，大家给双击加关注，谢谢双击。熟了，没人好。爆头必须带大米的那种。来，帮你上点料。上料啊，来。来点料。好。八爪鱼那个大米太好吃了。想吃老铁给我双击加关注。太热了。全是大米，哎呀，看都看到这里，能不能给老弟来双击加关注？谢谢。来了，给你们解剖一个海菠萝哈。他们说这玩意好吃，我没吃过，咱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。说把里面内脏，说这里面的内脏把它去掉，剩下的皮都可以吃了。咱尝尝啊，内脏去掉。什么破玩意不能吃吧，老铁，这玩意不能吃。这谁瞎扯的？我说海菠萝能。爆头大丰收了，是咱今天吃个原汁原味的。想吃老铁给我点上加关注啊！来管够。还有，来老铁，想吃的给我点上去加关注啊！来随便走。下视频咱开喽，盖上锅盖啊！下视频开喽，给双击加关注，老弟，双击。爆头咱必须这样造，兄弟们啊，扔马扔马造，这样老铁不会给你双击的，这样。哦，那你表演这么怂呢？哦，够了，阿宝，老铁不这样，老铁不会给你双击的啊！够了，老铁不会给你双击。两鬼啊！这样老铁会给你双击的啊！上料，再来点，不行啊，这样不行，必须还得加点辣椒。我这太狠了，老铁，完了吃一下，给老弟双击加关注，谢谢啊！他妈一瓶辣油都倒了。叔叔阿姨、哥哥、姐姐们，
看到我大哥这么拼了，能否给一个双击啊？给一个就给一个啊！